希望真多学生吼，拢对这个画图艺术有趣味的学生，一定嘛真多安尼吼。啊，即卖老师呢，大家嘛拢较认真咧，甲你教育安尼吼。所以希望这爱艺术的这学生吼，一定爱不断吼，唔好讲半途而废吼，一定爱继续伫个坚持落。因为画图是真快乐的代志，嘿，画图是真有希望的工课吼。因为为着你爱艺术美术吼，下摆出社会用应用到这个美术的工课太侪太侪，嘿。所以吼，希望一般的家长吼，嘛唔通忽视讲，囡仔画图敢有效？唔是安尼，画图对社会贡献真大，嘿。啊，要发挥的这个方向嘛，真快，所以希望各位这学生吼，一定要有迄个信心，啊，勇敢行这条画图的路。我今年八十几岁啊，嘛也真快乐，伫个画图伫个写字，所以画图会当美化人生，生活艺术化。艺术可以生活化，所以爱画图的人，伊的生活一定真美好。所以我真勉励各位的这些学生哦，啊，大家爱认真去学习这个艺术。我一生到在，感觉讲会晓选这条画图路，是真正正确的路。我今日若去做其他的工作，无一定一定遮快乐。但是因为我选择这个爱画图的路吼，我感觉讲真正确，啊嘛真快乐。因为阮某也咧画图，阮囝、阮媳妇嘛咧画图，咧教画图。我即马三孙慢慢咧读艺术咧，一日出国英国底学习。所以画图咯，伫阮即个家庭来讲哦，煞变作是阮生活的一部分吼。啊，差不多画图都是我的工课，只要有闲，我就是咧画图，就是咧写字。啊，画图这款物件，除了会当美化咱的生活吼，嘛会当美化咱的人生，提升咱生活的品味吼。啊。画图人精神一定拢真正常吼，拢往真美好的方向伫行路，伫做工课安尼吼。所以我想画图老师应该爱尊重、爱学习的一条真重要的路。迄个时阵，我可能二十七八岁，已经伫读。在中师范的时阵哦，毕业，嘛是已经毕业的款嘞吼，但是一直对艺术有趣味，只要我听到讲到底美术的比赛哦，我都真有趣味，要去爱参加。我知影中部五县市迄阵啊做五县市，一个林之助老师，伊嘛捌做阮的老师。伊就一直真鼓吹，即个大家都爱生活中爱有迄个美的感觉吼，要向尊善美来学习。做人做事拢爱有迄个尊善美，啊，所以画图都是一件美的代志。爱水的物件，吼，爱水的工课，这就是美术的工课。啊，所以我迄个时阵，只要若有人咧比赛，我就去该参加。渐渐有时啊有入奖，有时啊入选，有时啊得奖，主要以后继续，差不多当年，我对民国二十几年开始哦，都差不多当年拢有咧开个店啦，所以画图变作是我的生活的全部，画图用要变作是我。每天的工作，每天的这个工作，
啊嘛变成是我的生命，啊嘛就是讲我人生一切，就是拢甲这画图有相关安尼。每年都有一个美术节嘛，哈，啊，我们期待的就是那一天了。3月25号就有比赛的机会，一年一次啊。一年一次，那每个星期都期待那一个美术节、美术课，两个钟头。